迎收看雅里的蔬食日常。我要结婚啦！人进场。平辈戏就是连这个都不用叉子。它是鸡腿吗？鸡腿。我今天被邀请参加一个很特别的婚礼，它是纯植的婚礼哦，而且有永续的概念。它办在一个全台最美的禅寺，然后大家看看一下我的衣服，有没有很适合参加婚礼啊？啊，婚礼快开始了，一起走吧。来，好，你好，我来。有没有觉得很可爱啊？一进门你就可以得到这样一张拍立得，然后跟新郎新娘一起拍照哦。最下面我写了永远幸福，因为我觉得幸福是最重要的，希望他们的幸福可以分享给我们哦。我们的新娘进场，请把我们的目光放快到我们的上方。我们新娘现在准备进场。新娘非常喜欢我们美丽的花朵，今天也特别师傅在很多的细节上面也都布满了我们美丽的花朵，希望给我们新人最大的最大的祝福。好，那么现在请师傅将我们的新娘的手托付给我们新郎。好，我要站他的右边，因为他的左脸比较好看。特别交代，彩排6000次，满满祝福的掌声，欢迎我们新人进场。谢谢。我们在香港已经登记了，有一个简单的仪式，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然后最近才刚吃素食嘛，吃了半年。婚礼是一个超级被祝福的一个仪式，那我们就透过被祝福再来把祝福给大家，然后为家人祈祷平安喽。因为这也是一个在设计别人，就是透过这个婚礼来，你来偷吃一下素食，素食很好吃哦，这样。我自己个人也是来台湾以后，他带我去尝素，我就觉得素食现在做成这样。所以我觉得素食那个婚礼我觉得很酷，然后会让大家来试试看我的经验，就吃到原来素食现在是长这样，对，这么好吃，对，不然大家真的以为是烫青菜。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帮别人办婚礼，真的我也没有想到，对，怎么自己办着办着怎么变婚礼了这样。加上今天的新郎本身是我的闺蜜哦，他因为我吃素了嘛，吃素了一段时间之后跟我说他结婚了，对，然后我就说好那我来帮你办一场婚礼这样，就是因为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默默的婚礼顾问公司。然后后面遇到什么困难？我没有想到这么难。多难？到底多难？因为我们可能要配合场地的条件，所以我们得准备很多这里没有的东西。而且你最大的概念还是零废弃，像这个可以拍照的这个拍照墙，对，听说也是零废弃做出来的，完全零废弃，包括今天的每一个餐桌的特色都是在于零废弃布置，就是要把食物不只变成一个就是无肉而已，还要变成一种文化跟艺术感，就是让大家看到这食物会觉得它不是素的。欢乐一点，欢乐一点。在新人进场之前呢，进来的宾客先可以来这边享受一下小小的下午茶，超美的，做的杯子蛋糕，这个杯子蛋糕上面还有写，就是 Lucas 跟 Jackie， 超可爱，马卡龙，超软嫩的。快哭了，纯素冰淇淋，没有含蛋奶的，那是用什么做？坚果做出来的冰淇淋，然后而且还是薄荷口味。为我的好朋友，也是因为真的是透过生生世世的关系，超好吃的，然后从家好幸福来到现场，幸福，我要走了。嗨，够时间的摊位，小小的他们的地方，就是。冷面是吗？对，然后我们是用天使细面，天使细面，对，然后它主要是一个坚果拌酱，那坚果拌酱里面有满满的九层塔跟香菜，对，我们就前一晚就是这边切到砧板都黑掉，对，然后跟我们烘烤自己烘的坚果，青酱加番茄有没有？红酱加青酱，还有我们自制的美乃滋，美乃滋，
对。那有想要来前方观赏我们的仪式的朋友们，也可以移动你脚步来到我们前方。舒曼小姐做的新猪肉，酥炸手工猪排，是猪是姓猪的那个猪，做塔塔酱。你有听到声音吗？有听到吗？超级脆，外皮超级脆的，然后里面就是你知道的那个新猪肉，它经过调味，我觉得非常搭。外皮好厉害哦，好像那个可乐饼那种，但是更脆更脆。陈嘉丽姐有没有？国民姐姐，我最爱的姐姐。我今天是工作人员。对，她是接待，是吗？招待还是招待？一样啊，反正就是非常重要的人，是不是很贴心？你们有拍到这个烙印吗？是不是很贴心？就是 Lucas 跟那个Jackie 的 J。今天很用心，是所有的阴阳脸都是特地为了这场婚礼而设计的菜单。对，而且我刚才说超开心的，第一次来无肉，完全不用排队。今天大家都是贵宾，所以很幸福，对不对？嗯，我来吃吃看。这是嘉丽姐姐试吃好吗？培根的汉堡哦，口味如何？我喜欢这个法国面包的面包来做汉堡，这排真的很香，然后还搭配了一点点苹果在里面，因为还有那个酱汁哦，苹果真的苹果，然后真的有一种很幸福的喜悦感，这个就是恋爱的感觉，好吗？那个到这里写到，就像恋爱过程的幸福。然后这个汤圆是那个，就是要祝福他们可以百年和团团圆圆。你们知道零废弃怎么来吗？零废弃就是连这个都不用叉子，居然用意大利面。你们要百年好合哦，祝福你们 ，Jackie and Lucas。好，我们一起吃。新郎说肩膀很重了哦。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婚礼特调，是前面三种，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蔓越莓的吗？不是，它是玫瑰，玫瑰的，玫瑰的，新娘喜欢玫瑰，有爱，荔枝熬煮。现在主持人让你当，啊，快点！各位观众啊，这个呢，还好今天没吃，无蛋无奶，无蛋无奶的章鱼小丸，它是要一吃一口的吗？你这次吃下嘴巴很小，就来帮忙煎煎看。你这嘴巴很小啊？怎么样？演员，演员，这很好吃，因为我觉得现在素食已经做的真的很厉害，而且有时候你根本不用管它是素食还是好吃就对了。要是外面连锁买得到，对不对？你每天都吃素食，对对对，而且做的很好。那我先吃了，好，你吃一口，哦，嘴巴好小哦。就是个法国巨星在吃东西，有没有？好，那下一摊，下一摊。那是鸡腿吗？鸡腿，没错 ，A B C D E F G 的 G。对对对，先讲看视角吧。好厉害哦！里面就是它的外脆，然后里面很扎实。里面是腐皮。你有参加过素食婚礼吗？没有。我这次听说可以来吃无肉，我非常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最简单、最原始的一个爱的循环。好的，大平哥，也是因为新娘，你愿意嫁给我吗？此时此刻，那我觉得。
礼就是这样，你可能来之前没有觉得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可是参加完之后你心中就是会有满满的幸福感，然后感觉呢你送给他们非常多的祝福，同时他们也把祝福还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然后像他们在婚礼结束的时候会送给宾客的贴身小物是他们特别做的，就是有上面有新郎新娘名字的一个环保提袋，然后同时呢他们也要想把环保这样的概念带给大家，所以呢为大家作为一个专门的环保筷还有环保汤匙，当你用这些餐具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他们。然后呢还有 Lucas 就是子毅他斜杠人生做的香香泡菜。在今天之前呢我对于我自己的婚礼还有很多的不确定，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想象，但是经过今天我真的有一点觉得哇，素食婚礼也可以办得非常棒，然后让大家有很多很棒很棒的回忆。别忘了帮蔬果生活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我们的 YouTube 频道需要你的订阅，记得按订阅，带着满满的幸福赶快帮我们订阅吧，拜拜，亚里的素食日常下次见喽。